我活得太失败了，我因为我什么都懂。其实我根本什么都不懂，还有哪个妈想我这样自己女儿咒死去死？我真的不想活了。哎呀呀！你干嘛？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让人家说实话，人说了你又这样，你还让不让人家以后跟你说真心话了？对不对？明明可以好好缓解一下关系的，你看你手机也买了，你这不是值得了吗？ 没用了，真的，我活得太没意思了，我这样活着有什么劲啊？我下来看看，没个劲儿，怎么救自己？行，我陪着你。哎，我也不想活了，真的活着挺没劲的。你干嘛呀你？我也觉得我的人生很失败呀。你说的特别对，我真觉得活着没意思。我自杀，你凑什么热闹啊？放生离家出走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不想看见我呗，不想我伺候他呗。你说我？ 我努力当一个好员工，老板看不上我，我想努力当一个好妻子，我老公嫌弃我，我真觉得我什么事儿我都干不成，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真的，师姐，越说我也觉得活着真没劲，真没劲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疯了吧你！我想干什么，就是不想努力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努力。我觉得活得好没劲啊！姐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，人生太失败了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啊？走，哎呀，你别乱来，你快跟着梁山，你快过来！我真的不想活了，我真的觉得好没劲。什么情况？